在中国这个茶这个字，它包含有三个部分。我们现在开始的这个就是草字头，然后再来就是人字旁，这个两个人必须要互相的帮助。最后这个就是木字，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人们必须要攀爬到树上去，然后去采茶叶，然后下来来制茶。